哇、哦！哎呦，新角色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《星之暗昧塔骑士》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等级五了，应该是最后一关了。我们来挑战一下。我们这个时间越花越长，后面关卡越来越难。来喽，出发出发！我们现在阵容很强啊！哎，我直接穿过去没打到他，是不是？我刚从他下方滑上去。哎呦，这个我记得这个场景，这真的是蛮后面哦。我好像跑不太起来，这个斜坡有点斜。好，直接往上爬。这里好像有一个秘密的东西吧？不知道有没有，还在？不知道还在不在？哎，是不是这里啊？有时候往下滑，里面有东西。哎，有有有，就是你。好，我们之前的印象还记得哦。钥匙啊，这要躲陨石哦。我记得，我记得，躲陨石，躲躲躲！哇哦，哇、哦，那个我们的川崎直接命中。上次把它叫成川普，有点顺口，呵呵，太顺口了。哎呦，哎，有人被砸死了啦！不是啊，有人被烧死了，救救他！哎，我的钥匙嘞？啊啊，我的钥匙是不是？啊，我的钥匙，哎。被砸到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完全不被砸到。我们现在血量好少，他们好容易死哦。哇哇哇哇哇！这样我要重来一次。我的盟友要死光了。等一下，我的盟友是不是要死光光啦？我没办法救你啊，先开锁再说。啊，我的怪盗洛奇啊，怪盗洛奇在这里。我们少一个，我们少一个谁？我们的锤子。我们的锤子不见了，只好换画家了。好，哇，我们这个伙伴死光光。好，为了要吃这个加攻击力呢，很艰辛啊，死一片。走吧，走走走。我有画家也不错，我现在有办法补血了。好，厨师也可以补血。这边记得没东西了，走吧走吧。哎，直接打完哦。我现在血量有点少。厨师做事，这样厨师包会不会做事？好像不会，怪物太少了，全部解冻了。好，走吧，你接来了。该不会三魔关要再全部重打一次吧？不会是这样吧？哇，硬打居然打不赢，冰剑啊！火锅盟友来了来了，吃火锅喽！终于可以补血了。看啊，伤害应该还不错。来喽，炖锅盟友少一个，少一个伙伴。好，来吧来吧。哎，我们少一个谁啊？刚刚怎么有一个没有进入我们的火锅？哇、哦！你今天有这攻击吗？好痛哦！喂、欸，有了，解决你一条血量。来来来，这个大炮要冰起来，我把它冰住了。OK， 揍他揍他揍他！好啦，解决啦！第二条血量反而特别简单，因为那个大炮会害到他自己。我真的觉得等一下应该就是打雷的三魔关哦，全部再重打一次，这个会变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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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快跑哎、欸！有有有有有有，这边时间还算蛮长的嘛。有有有，哒哒哒，有有有有有，走走走走走。这边我记得好像只有拼图可以吃，那不晓得有没有加能力的，希望不会太难吃得到。有有有有有，我来我来，有没有补血的嘞？没有，我们真的最需要就是加血量的。好哦，哎，等一下直接压扁，等一下没路哦，吓我一跳，那个好坏哦，这个是要快靠近，要赶快打完这些怪物才会下一关。还可以往下，好，很快很快，冰之刃 ，OK， 解决，好快好快，冰冰冰冰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快快快快快快，下去下去下去，冰之刃解决，哎、欸，有了有有有有有，冰之刃解决，欸、差一点，这个太好用哦，火锅火锅，我来啊，我差一点，等我进去啊。你也等我一下，叫我们少一点、啊、东西好少哦，
吃的好少哦。川崎自己吃一下啊。好，走走走。OK OK， 吃满了，吃满了。来喽，这边哎，这里感觉打小怪而已。上面这个先解决掉。哦，解决之，好快！防护罩，防护罩，哇，直接把它弹开，直接把它解决掉。冰对冰啊！我的川普，不是我的川崎，变雪人了，直接吃成雪人。好了，我自己吃到没关系，好险好险，过了过了一半。好，这边哎，又是海底的感觉哦，海边。这边要列车了吗？要开车了吗？好，大家准备好上车咯。 Go go go！ 海中列车，可以在水上飘。走走走。哦，这里好像似曾相似，感觉在哪里也有玩到这里，眼花缭乱，但是其实哦没跳起来，但其实什么都不用动。直接把它踩过去，好，只有爱心，这个好像还好。然后跑到冰的世界了，这里应该就要注意了，应该会有加能力的。最后啦，只要跑到最后的话，我挑挑，好啊，我记得中间要按到按钮才行，中间要跳按按钮，有了。我之前好像就是没有按到那个按钮，所以没有跑到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呀，哎呦，到火焰关，从水到冰到火，这跑的也太远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哦呦，跳起来！我总觉得跳起来特别高，我这好像跳跃能力变强了。哎，这要跳吗？哎，跳不上去，应该不是。Go， 我跳，要往下，照他指标走好了，应该是对的路。哇，上面在宝箱在等我喽！我要加能力的，不要爱心。加能力的呢？有吧？哎，这个宝箱看一下，这个应该要全能力加一吧？哎，有诶，果然。哦，我们的血量终于可以提升了，这个提升真的提升好多。好啦，走啦。哦，中间点第二个。哎，这边是哎，这个门我是要怎么进去的？这个好像打不掉。哎，上面有一个，总感觉音乐都变了，而且好像没有来过这种关卡，好像没来过，没什么印象，差点掉下去，好像真的不一样哎，真的不一样。哇，他一个冲直接把我的垫脚石都打坏了。哎，这里是什么关卡嘞？有宝箱。 OK， 下面好像没东西。哎，好像还有路哎，我们往下走。哎，可是是不是只能走一边啊？只能走一边是不是？哇，我被宝箱给诱惑了，感觉下面右边还有路，但是过不去了。好，哎，这里也有别的路线。这里真的是新关哎，走走看，直接冲刺哦，有冰块啊，这要火焰，肉切的燃烧有点慢，你给我火焰好了啦，给我火，哎，发呆，都在发呆，给我火焰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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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。我的剑还是范围比较大一点，他们好像卡住，他们太高了。然后下面好像可以下去，这种地方应该会有东西，先往这边走，这边比较神秘。有吧有吧，应该 有东西，只有这样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哎啊，他们直接掉下去了啊，他们直接掉下去了，哪招？好，这边好像绕路了，好像两边的路是一样的。走吧，好，感觉要打完咯。这个雷的三魔关弱点是不是水还是什么？还没到。哦，黑甲虫，看我
烧死你！黑甲虫，哦，来回抓，哦，解决了，解决了，哦，帅帅帅！甲虫，甲虫还不错，甲虫蛮厉害的，把冰的换掉吧。好，走，来来来，这边，哦，来，哦哦哦哦哦，哎，哦，绕回来了，我们过了一关，掉一个拼图，然后嘞，然后右边的路也没有开啊，我应该再去一次那个房间吗？好像也只有那里可以走，我们先要过三关，这里的路才会开。哦，有有有，对好、哦、下面，对对对，我们就要再往下走。哦，所以这边岔路就是一关耶。好好好，有了，然后这边又是岔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就走吧。这边又有什么秘密呢？这里好多房间哦，向左向右。左边有拼图，只好照着拼图走了。啊，这会不会回不去呢？啊，要电欸，电电电，给我电！哎，对对对，他好聪明哦，我要的就是电。有了有了，开门是拼图，两个。好，那，哎呦，那边好像死路，所以我们这边应该走对了。开门，好 ，OK， 走。看到路口了，感觉还是有别条路啦，上面好像还有路，有了，补血补血，走吧。这边我们好像没地方走了，上面应该还有别的门。哇，所以这边要通过三道的试炼才可以来到最后的地方，差点掉去，差点掉去。我想滑垒，滑不过去，没有宝利达 B 耶、欸！我要火焰，我有有了有了，宝利达 B 分给你。好，这里也没有比较好走啊。下面会不会没东西？好吧，走吧。上面樱桃我吃一下好了。欸，上面还有路欸，可是呢好像是别的地方，虽然我可以打到，但是我应该上不去。那应该就是另外一关了。好，那之后再来，之后应该还是会到那一关去。上面我都可以偷打他们。走吧，走吧。好，这里要做什么？开关。这里要拉。拉，哦，有了。没看过的地方。哦，有了，补血的又一个。看哦。哎，就这样吗？这么简单，就这样让我吃吃吃很开心。下面好像还有路。哎，这里是不是还有秘密？哎，没有，就这样绕一圈，就这样、哦。哎嘞，这下面要做什么？好吧，走吧。感觉这种正式就是要打王了、哦，有一些怪让你挑选的时候，就是要打王的时候咯。来了。黑猩猩，我也会旋转啊、哦、我刚旋转，它血量剩一点点，哇，爆掉了！哦，夹起来，夹起来了。好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等下吃到就变猩猩了。走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又通过了另外一个考验，所以接下来要再回去，然后看另外一关。这个路途好长哦。好，我们回到这里的分歧点，所以要往右上走。这边我们之前要往右边。好，这里哇，真的是不同的路线。邪恶拼图，我戳一下，戳不到。哦，不够远。哎呦，没事。哎呦，他们有事。他们的画家快死掉了。画家，画家，画家。画家面就可以做料理的，它可以画出食物的。哦，这个肉补好少、哦。好的，另外的星光卡，果然是在上面哦。宝利达 B 啊，但是这里有炮台，先给他们补一下。好，先补一下再说。好，走喽，走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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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快死光了。我搓，好想吃下面那个樱桃哦，上面没吃的。来咯，搓一下，补血补血，感觉是不太会有了，我只有爱心而已。哎，这里有秘密小路线，先去这边。你们会切吗？给我水，给我水。空间是不是太小？哦，他画，他终于画出食物啦！赶快吃，赶快吃，接接接。好，我空间上面搭一点好了。给我冰，给我冰。哎，对对对，他真聪明。OK， 哇，哎，这个时间太慢会进不去哎。哇塞，这里面一定有特别的东西。哎，我们上来了。哎呦，隐藏地方，这个是特别的。上面写什么？下面是在放烟火。Dark Dark Matter。哦 ，Dark Matter Night， 它是写这个阿美塔骑士哎。哇，而且上面有三个可以吃的。好赞哦！哎，这真的是蛮隐藏的彩蛋，真是彩蛋，不好不好进来，错过就来不及了。有三个能力都加一，赞哦，赞哦！这些赶快捡一捡，这样我们能力就差一就全满了，耶、yeah, ！帅哦，那好像没什么特别啦，这边就只是有爱心。好，走吧，这边哦，绕回来了哦，这边就直接到终点了。所以前面应该就是省略一大片的路线，前面应该就是陷阱了，比较不好走的路线。再来这样，我们应该就，对，我们刚刚就是从这边上来的，好，就不用回去啦，往前走啦，走啦走啦走啦，搓搓搓，光翅膀就把他们搓死了。来了吗？哎，怎么好像，哎呦。画家跟那个甲虫任你选啊啊哦哦哦甲虫切换，甲虫一个调换，好又回来了，他们一个互相切换。哎呦，要打完了没？画家两只啊，卷不到，这样搓，还想画，哦，一直被撒颜料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OK， 解决之。解决两只 ，OK， 解决解决。不小心小心，不要让它碰到。好，那我们三道考验终于都完成了。那终于最后哇，能力可以全满哦。终于最后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个门特别大，有没有？走咯。哎呦，最后的心之阶梯，哇，任你选，任你选，想选什么任你选。我们画家要不要换掉啊？好像还行。好了，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画家，画家 ，Go Go Go！ 来了，哎，就是雷的先打，雷的先打。好，来吧，戳你，戳戳戳戳戳，哦，解决半条了，一套连技解决半条。好，戳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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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戳，我戳，我戳。我戳你，哇！我直接升龙卷上去，把他戳死了。他技能还没放出来。那我们这边要打这个 boss 啊，这次算蛮少出场的哦。那他大鼻子令人印象深刻。那他应该会复活三魔丸，对不对？海内斯，来啦！看起来我们的安美塔打会的，哎，他已经一半了啦，他快死了，他已经快死了。戳他，戳他，戳他，戳他。戳不到，戳他，戳他，解决了，皮掉了，来喽，来喽，海内斯，来三魔关附身，操控中，冰之刃，冰之刃，我觉得我在下面放冰刃啊，冰起来，下面放冰刃就好了，攻击啊，被电到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把它卷上去。洛奇要放招了，哦，他大滚轮了，大滚轮好像没办法打，想要硬打好像试试看，好像还是可以打，可是我也会受伤啊。
打不掉，还是会扁掉，没办法硬打。可是他会受伤欸，他会受伤，所以就远距离攻击啦。我的远距离攻击不太够，我好扁哦。好，过关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过关了吗？诶诶，我以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耶、yeah, ，全破了吗？诶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哦，跑字幕跑那么快一定有问题，这等一下是不是会倒带？字幕通常不会跑那么快，这个后面的黑洞是不是有点可疑？诶诶诶，有了吧，倒带了齁，抓到了。这个套路我们习惯了，倒带了哦。这里面异空间里面有谁？哇、哦！哎呦，新角色，长得跟魅塔其实很像。哇，他也是魅塔一族。哇，粉红色的星河骑士。哇，新角色有翅膀哎，他是天使翅膀，我现在是恶魔翅膀。哎，蝴蝶。哎，合体吗？哦，变身了，哎，消失了，消失嘞！哇，隐藏 BOSS， 哇，哎，不一样的魅塔，变红色，哇，复活的鸣蝶骑士，哇塞，这刚刚那一只才出场一秒，他就换人了，马上换人。哦、我们血量有补满哦，我们刚刚剑是不是跟他对抗啊？我刚刚剑哦，对抗，我剑可以跟他拼剑哎。可以对抗掉，可以挡掉剑士的对决，剑士对决哦哦，两把刀，他有双刀，我也要哦，我跑到他背后去了，我、哦、跑他背后，哇，这个剑好大把哦，好煞气哦，哇、哦，没事，戳，解决了，轻松解决啊，我们现在全力全满，就这样吗？会有二段变身吗？这个鸣蝶会再复活一次吗？诶，张开了翅膀发光，哦，消散了，这才是真正的 BOSS 吗？诶，过关了，全破啦！刚最后一只真的只在这种故事中会特别的出现啊，花一小时左右啊，算蛮久的、哦、中间有点慢，好可爱哦，那个仓鼠梦上云上梦幻，好 Q， 那个树是云诶，很可爱的树，然后那个河里还是慢坡鱼吐泡泡，很可爱。好，第六章拼图完成了，不知道它拼图还有几张，应该还蛮多的。哇，一小时零三分，终于全部顺利过关啦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的星之阿美塔骑士的暗影故事算是全部完成啦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这系列呢也告一个段落咯，我们下个系列再见，大家拜拜。